业是世界持续前进的脚步，我们带着勇气颠覆，传递人们所需，怀抱热情投入，不停探索着更崭新的未来。信息时代的到来，变革成为常态。博维自创立之时，便清楚地意识到，颠覆性思维将会成就最大创新。佛山市博维环保材料有限公司自2005年开始致力于水溶性包装材料的研发及应用服务，2014年开始产业化推广，现有5万平方米生产基地，员工300余人，为客户提供水溶包装一站式解决方案与技术支持，创造新型商业关系，打破边界，进行跨界系统协作，达至利益共生。这是博维创新的灵魂。博维专注于水溶包装应用服务，以水溶膜、水溶包装设备为载体，为客户提供水溶包装技术支持。2015年，第一台凝珠全自动包装机试产成功。2018年，梦幻凝珠包装机完成开发，复合封装技术成型。2019年，粉液混合水溶包装推向市场。到目前为止，形成水溶薄膜7大配方体系、30个基础牌号，应用于日化包装、农药包装、工业品包装、服装包装等多个领域，为各应用场景配备多款包装解决方案。缔造绿色希望，拥抱美好生活。通过多年的努力，公司依托聚乙烯醇薄膜技术开发工程中心和水溶包装自动化控制中心，具备提供及时性的客户定制化服务实力，成为水溶包装的开拓者、行业领导企业，拥有数十项专利技术，并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多项荣誉。公司致力于绿色环保新型材料的研发及应用，传统包装材料的升级、创新与替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在可期的未来，公司将成为水溶包装领域的技术规范者，成为国际化、有竞争力的水溶包装技术领先者，与行业一起共同创造绿色环保的美好生活。精彩由你成就，成长共我未来。佛山市博维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秉承成就客户为基本理念，努力理解客户诉求，实现客户商业价值的增长。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销量稳定上升，远销至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坚定了博维迈向国际化步伐的基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今天的硕果累累只是我们迈向更好目标的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行。